哎呀，肚子好饿哦。哎呀，肚子好饿哎，要吃什么呢？要去夜市好了。社长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来洗牙去。社长，请问是什么？地瓜球。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吗？QR code看一看就知道，有食材登录。哎，社长，介绍一下请客好不好？不用，有这个。社长，感谢你哦。这个餐具给你。黄岛餐具，又干净又卫生。等这一摊吃完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继续吃好了。太高。知道台北夜市也有米其林美食吗？台北也是有米其林美食。我跟你讲哦，来台北哦，一定爱来血压计的。台北也是打压剂，对，会来替血压剂。